康，各位观众同胞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天，我们也感谢天公作媒，虽然风大了一些，但是我们齐聚在此迎接新年的第一道曙光。我想这也是属于台湾人的好兆头。我们今年一定要挥别旧政治，迎向光明的未来。过去24年，台湾经历了3次的政党轮替，每一次我们都以为说啊，应该可以挥别过去的包袱，但是蓝绿两党都曾经带着人民的期望上台，但是在选前所做的承诺，或者是开的支票，在上任之后都一一跳票。所以台湾人民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期望、失望、期望、失望当中，慢慢的开始对政治产生了冷漠，甚至失去了信心。2014年，我参选台北市长的时候说到，改变台湾从首都开始，改变台北从文化开始。在那8年当中，我们带来了真的新的政治文化。我们清廉、勤政、爱民、爱乡土。我们相信正直诚信，我们相信开放政府、全民参与、公开透明。我们每天开7点半开晨会，而且我们真的把我们的会议记录上网。我们也开始展开了14等以上公务员用遴选的制度，让公务员可以相信说，只要他们努力，他们就有机会在这个政府里面公平的晋升。在那8年当中，我们有西区门路计划、东区门路计划，兴建社会住宅、市场改建，还债570亿，还有我们那个邻里交通改善计划，在巷子里面挂设绿色人行通道，这也大幅降低了整个台北市的车祸伤亡率。在过程当中，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政治价值，不因短期利益牺牲长期利益，不因少数的利益牺牲多数的利益，更不会对政党的利益牺牲国家的利益。而且只要是该做的，我们就勇敢的去做，从来没有去想说这个是在我们任内可以剪裁。不管是市场或者是社会住宅都是这样。然后像路边停车收费，一开始的时候也许会有很多市民的抱怨，但是这也确保说，后来我们在推动1280的时候，我们有足够的预算，可以从路边停车收费的收入来贴补，这也表确保我们可以有个永续的发展。在这10年过去了，台北的政治文化的确是开始在改变，现在是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改变推广到全台湾。2024年对台湾人来讲，它是一个选择。到底我们要选择新政治，还是我们要选择旧势力？到底我们是要选择清廉、勤政、爱民、爱乡土，还是口号治国，然后又贪污腐败？到底我们是要选择理性、务实、科学，还是意识形态挂帅？今年5月20日，我在淡水宣布正式参选的时候，我当时就说到，我希望台湾是美丽之岛，福尔摩沙，而不是像外国媒体所说的，它是一个世界上兵凶战危之地。我希望台湾是一个中美沟通的桥梁，而不是一个中美对抗的旗帜。我也希望台湾是一个团结和谐的国家，而不是一个分裂仇恨的国家。当然，更重要的，我希望台湾要有一个清廉、勤政、爱民、爱乡土的政府来领导，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，然后大傻逼，整天喊口号，也没有长期计划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自己的同胞里面制造分裂跟仇恨。我们的确在未来要面对很多的困难，但是我们不能只要求年轻人要勇敢，其实我们自己更应该要勇敢地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，让台湾的年轻人可以在这片土地上面去追求他的人生梦想。台湾必须摆脱蓝绿意识形态的泥淖，我们
们要长期计划，实现公平正义，打造一个共荣社会，落实国家治理。我们要还给全国人民一个社会和谐、政党和解、两岸和平的美好台湾。这次总统大选，它不只是一场选举而已，它也是要决定台湾未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。我们希望它是包容共生，而不是分裂仇恨。我们要法治，不要人治；我们要民主，不要民粹。我们不要再用。不要再让意识形态来绑架我们，我们要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，来共同面对外部的挑战。自从我宣布参选以来，其实从一开始不看好，到现在已经三强鼎立，中间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和困难，不过因为大家的协助，我们一路挺过来了。为了台湾的未来，为了我们孩子的未来，我们要以最单纯的信念，才能够像小草一样不怕风吹雨打，屹立不摇。因为我们一直都在，希望就不曾离开过。黎明来临之前的夜晚总是黑暗的，但是黎明一定会到来。明年的1月13号，我要请所有相信理性、务实、科学，相信民意、专业价值，相信政治应该落实在人民生活每一天的人们，为了你相信的政治出来投票。总统、副总统投给1号，柯文哲、吴欣盈，台湾最佳选择一定会赢。立委票也请投给我们台湾民众党提名的区域立委，政党票请投12号，台湾民众党。我们一定会以12万分的努力来改变台湾。出来投票，投给我们相信的公平正义。出来投票，请相信我们这十年来坚持的政治改革之路。出来投票，投给我们一起守护的这一片土地和国家。柯文哲一定会坚持，国家的现在与未来都会在我们手中。你们是我从政的理由。你们是我坚持的力量，我也一定信守承诺，和大家一起坚持下去。1月13号，让我们一起向全世界证明，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。我是柯文哲，为了台湾，我们一定要义无反顾拼一次。谢谢大家。义无反顾拼一次，谢谢大家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GABA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。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7大保证，7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